从喜欢音乐到站在聚光灯下赢得众多掌声，一路走来遇到很多人，也听到很多故事。我用镜头记录下这些故事，它们变成了我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。怀抱着对音乐的初心，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直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。我是创行者，散念杨云晴。